脆弱的书籍，历经千年，千疮百孔。重组为主吧，伴随有发霉。去货的话，主要是针对皮纸的那种使用过程中会产生。但是，在他们的手中，得以复原，完美呈现。西藏修复师廖杰也普生。黄老师，给我解释中国古籍装帧的形式之间的区别。打开一色古籍，你就觉得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就觉得我应该是把这个古籍保存好，去延续它的寿命。打开穿越时空的大门，让古籍成为寻找古代文明的钥匙。修书的时候，这种东西是必须学会做的，因为捻子是直捻，我们修书都是整旧如旧，它原来怎么折痕，我就按它怎么折回去。但新的话，怎么就对齐，按这条中线。线装是古籍装订的一种技术，也是中国传统书籍装帧形式演变的最后形式。为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让群众感受古籍装帧的魅力。2019年4月12号，海南省图书馆举办了一次线装书装帧体验活动。我之前我量过的话，你要裁14厘米，从这边到这边裁一刀14厘米。黄文峰，海南儋州人。200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成了一名古籍修复师。2008年的时候，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也就是国家图书馆，上参加了培训，需要有人做这项工作。然后国家那边刚好他有这个开展这个古籍普查嘛，我这也是一个机缘嘛，机缘巧合，然后就进来了。进来以后，因为我觉得应该也是搞古籍修复，应该也是个责任嘛。然后我在这个岗位的话，我要把这个责任担起来。自踏入古籍修复这扇大门，黄文峰从事这份工作10年有余了。目前他是海南省唯一开展古籍修复工作的修复师。创新于2003年的海南省图书馆，2007年正式向公众开放，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公共图书馆。海南省图书馆框架4层，建筑面积达到2.8万平方米。古籍部位于图书馆内的3楼，藏书主要有古籍及新印古籍等图书。从不同的地方都会有这个收集吧，很多方式进到图书馆，主要以购买为主吧，因为古籍一般都会有购买，有些人。他家里面保存环境不行啊，他条件不允许啊，他就说，就愿意再转让，然后我们就可以采购回来。许多读者并不知道，这里摆放的古籍历经沧桑，多少都有些破损，有些甚至濒临损毁。正是有了古籍修复师不遗余力的抢修。他们才有机会与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相见。书籍的出现以后，就会伴随有破损，只要有破损就需要修复。所以说，这个古籍修复这个行业的话，应该很早就出现了。早上8点半，黄文峰来到图书馆，开始准备这一天的工作。工作就是主要是以修书为主吧，然后我还有其他的一些阅览室啊、书库管理啊这类型的，我都要负责服务读者，这类型的都工作都要做。这里存放的古籍大多数都是清代的，黄文峰每次取出这些古籍时都要小心翼翼，以免造成二次损伤。黄文峰手中的这本
《重定文选集评》是明清文选评点史上唯一的一部以汇集文选评点为目的的集评性著作。这本书对于后人研究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黄文峰的办公室在古籍部走廊的尽头，在这里可以看到镊子、针锥、挑针、铁锥、剪刀、美工刀、毛笔等被整齐地放在修复台上。这些传统的工具让人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而这就是修复师们在古籍修复过程中需要用到的工具。拿到古籍的黄文峰第一时间要做的便是建立修复档案，将古籍的尺寸、厚度等信息一一地记录下来，每一页书纸必须拆开进行页码编号，这都是正式修复之前必须要做的工作。看似简单的步骤需要每天不停地重复操作，考验的是修复师的耐心和细心。古籍修复肯定是需要耐心，如果你没有耐心的话肯定很做不好这个事。还有你必须坐得住，说坐得住冷板凳嘛，因为古籍修复面对的是破损很烂的那个古籍，所以说我们需要你一个人能够静得下来，坐得住才能从事这个工作吧。一本本古籍记载着一段段久远的历史，承载着厚重的文明记忆。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重铸、熟啃、序化、老化等问题却威胁着古籍的健康。像海南这种天气的话，古籍保存的话存在的问题主要也是重铸为主吧，伴随有发霉，然后老化是很正常，酸化也有，序化的话主要是针对那些皮纸的那种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序化的这种，但最主要还是重铸为主。每一本古籍都有不同的修复难点，要成为一名成熟的古籍修复师至少需要数十年的打磨。当时的话也就是俗称牛犊不怕虎，因为就觉得刚学回来什么，就是说刚结束而有点兴奋，就我终于修书了，但是说修的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的难点，跟想象中还是不太一样。重铸为主，重铸的修复的话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只有要有耐心，因为主要是破哪里就怎么就补哪里嘛。主要是修复的有点难点是说，因为像海南这样能找到修复的用纸的话就可以，都可以修复的。古籍修复技术要求很高，技巧细腻多样，每道工序操作严格，修复的古籍必须要保证做到整旧如旧。像真实性的话还有什么整旧如旧，就修旧如旧的意思就是说能够保证古籍的修完以后跟原来一样，就是说不能说修旧如新，这个是我认为这个都是真实性。我们能不修的尽量不修，不是说我们修的越多越好，这是最少干预原则。修补纸要与待修的古籍材质相同，颜色相仿，这样才能保持古籍的原貌。人生如朝露，而纸寿却有千年。黄文峰将自己的心意注入到古籍之中，敬畏谦恭，不敢对书籍有一丝的懈怠。黄文峰拿到的这本《重定文选集评》重铸的问题非常明显，整个修补的过程一直离不开水。古籍的修复从古代书画装裱技艺中
发展分化而来。但是不同于书画修补中需要补全图像和文字，古籍修复中不能接笔，因为这会影响古籍年代的判定。就是说它接口地方不能超过2毫米，所以说多余的纸都没有把它撕掉。修复古籍需要的浆糊十分讲究，黄文峰有着自己独特的秘方。制作时必须用淀粉或水后纯手工调制，锅里水烧至沸点，及时倒入冷水与淀粉调成浆，一般冲搅至糊色纯白蜡光泽为度，如不熟或者是过熟，其粘性已失，一律作废。修补用的浆水的浓度过稠，树叶会起皱，浆水过稀又会产生粘贴不牢。古籍修复需要手指的灵巧度和柔软度，更需要耐心。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关系珍贵的文物保护，这一招一式都是古籍修复师历经数百年实践得到的最佳答案。一次尺度的拿捏不当，就可能对他们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因为可逆的话，就是说你加上去的材料我能够还原回来，这个才保证古籍的安全。不要说不可逆，我加上去的东西以后产生不可逆的话，就等于是毁掉古籍了。这就是古籍的这种可逆性。整个修书的步骤非常繁琐，以至于有时一天都做不了几页。他说只要涉及到这个整本书它50%以上每页都破损的话，你说不拆开书的话就时间就长，说有时候说破损很严重的话，一天你也就修个2页左右，有时候一天才修一页，这样一本书的话就看它厚度了，这样算下来有可能是1-2个月，有时候甚至半年才能修一册书。修补一页残破的古籍之后，黄文峰用小水壶在每页纸上喷上细雾，然后一页页的平整舒展地放在干净纸中，这样叠放完毕，再将上面用书板压好，最后在书板上用石板压实，就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修复。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时间，通常需要24个小时，等到书页干燥压平整之后，黄文峰才可以继续后面的修补工作。美根，波兰人，现在是海南大学的一名在读研究生。我是首先我在波兰美术大学的那个文物修复和保护的专业学习这个，然后来海南是因为我得到中国政府奖学金，为了在这里学习汉语，所以我来这里在海南大学做专业。对于古籍修复有着浓厚兴趣的他，来到中国之前就对自己有明晰的职业规划。在来这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要继续做那个古籍修复的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在就是网上开始就是这样，我找到海南省图书馆，开始找什么做这个方面工作的地方。其实文物修复特别是古籍修复每一个地方有问题，有不一样的问题，有不一样的情况。虽然我们西方国家的博物馆收藏很多古籍或者字画，中国字画，但是我们缺乏懂那个字画和古籍修复的人员，所以我以为可能我可以开始就是在这里学习，然后传播所学的内容给西方修复师
帮助理解古迹修复的原则？我一直说能够有人跟着我就好，因为目前的话，传承的话，像我们馆内的话，目前从事的这工作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说我也不用发愁。如果说有人过来的话，我就说能够带他一段时间，每个呢波兰这留学生啊，他们过来的话都会到我们这做实习的。我就希望就能够把这个技术都发扬光大吧，大家都过来一起保护这个古迹。美根很庆幸在留学中国的日子能够结识黄文峰老师，在海南图书馆开始了自己的古籍修复学习之路。修复是对古籍进行保护，需要有经验的修复师千锤百炼，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大口再修个两毫米吧。对，这两个地方弄点水进去才可以弄。那种浆糊也行。方向不错了，这纸的连纹，那只能对着连纹跟它一样，像您刚才修的那样，就按横的来了。你那个先留口。先留口。对，先留口，不让它开了。只要学校的课程不忙，每根都会来到图书馆，跟着黄老师学习修复古迹。我听黄老师，给我解释就是中国制的种类的区别，是因为我们西方修复师对这个，可能了解也不深，然后他给我解释一下。就是中国古迹装帧的形式之间的区别，还有譬如说材料完全不一样，浆糊虽然我们西方的修复师也基本上用每天用浆糊，但是做西文修复和中国古迹修复的浆糊的特点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些方面黄老师给我介绍一下。我希望读在这个方面的博士，就是古迹修复，希望能继续工作在这个方面。经过两天的等待，黄文峰修复古迹的工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收尾阶段。除补破之外，一本书的装订成型其实和修复的过程基本类似，只是顺序相反。把已经压平整的书页拿出来，仔细的观察，将补纸长出书页的用剪刀裁剪平整。80多页的修补需要一张张的检查。平时个人爱好的类型啊，喜欢静啊这种，首先你要保证自己身体好能坐得住，还有说你性格平时的话，说你要做一些安静的东西，像我平时也喜欢下棋这种，也就是说比较安静的。如果说你心中有这责任的话，你自然会静下来。修补好的书页都已经修剪完毕，因为补纸而出现凹凸不平，必须用平面的小铁锤熟练而有技巧地把凹凸处给锤平。黄文峰全神贯注，对齐每一页书的书口和书根，竭尽全力地做到零误差。这一道工序将直接影响成品的整齐程度。书的字根底下会有字，就修复完以后，这个书它书页会有变形，就是说伸缩。你如何把这个字根你的对完整的对好，然后真实的反映出下面那个字根的字，这个也是比较难的。在装订前，还需要将所有的书页放入压书机进行压平处理，这期间需要一周的耐心等待。
海南的五月已经是炎炎夏日，黄文峰正在为古籍进行最后的修复工作，锥子按古籍圆孔眼打通，在定线孔内引针穿线，然后定线结扣，将线剪断。这一般重定文选集评所有的修复工作算是完成了。修好了后的感觉的话，这些都很轻松嘛，就是说我终于能够又把能够又想叫好这个古籍，以后这本古籍就说在100年之内它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100年内这个古籍之后人还能看到，就是说我就觉得特别轻松，修完一本书我就轻松，我就感觉特别轻松。历经一个月，已经破损不堪的古籍与黄文峰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这本被修复的重定文选集评最终以一种完整的姿态展现在世人的面前。黄文峰每次修复完一本古籍，自己都会有很大的满足感。在他看来，如果一本破损的古籍没有被修复，那它就失去了被阅读的意义，它里面所传承的文明、记载的文化历史就无法被世人熟知。在他的眼中，每一本古籍都很珍贵，都有自己的价值，让他们存留下来，是他所从事的这份工作最大的意义。是一种责任嘛，因为我在这个岗位，我一直都强调这个责任，因为所以说我一直都想不断的推进这个古籍修复在海南双面展开。在海南图书馆里，黄文峰每天仍然聚精会神地对一页页残破不全的古籍进行修复，用工匠精神复原出残卷中的文明记忆，用手艺传承文化，用匠心守护历史。花开花落，春去春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专业人才和年轻力量加入到这项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事业中，让历史有迹可循。为了一座城的旧貌换新颜，哪些人为此改变了生活？要是这样啊，我的摊子就不能卖了，就没有生意做了。为了一座城的生态环境，哪些人为此不断努力？开始的时候我也经常来看，到底他们能够改造成怎么样。为了一座城的文化传承，哪些人为此不断前行？重庆如果传承和发展，这是一个很致命的一个问题啊。为了一座城的智慧管理，哪些人为此不断探索？你好，先生，很高兴能服务，请您重新发电。